过的羊小排在锅里煎得滋滋作响，等表皮上色再进烤箱烘烤，鲜嫩多汁的土耳其爱琴海香煎羊排才算大功告成。不像其他的羊排料理，它可能会带有一些羊骚味，对对对，就是吃起来有点咸咸的，但是又很香。It has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. Spicy dishes and kebabs and dessert must try. 免出国就能透过味蕾一秒飞到土耳其，吃完正餐想来点甜甜的也没问题。招牌奶昔完全不加糖，采用天然蔬果，现点现做，极简又健康，正是北欧料理食物的精髓。我们的特色是我们都是用烤的还是煮的水煮的这样子煮的食物，所以这个是对身体来说很健康。普切塔这个非常的特别，它上面这个酱汁是有用香料对做成的，那一些香料的话是他们自己种的。疫情冲击出不了国，饕客真的快冻尾掉。台南市观光旅游局瞄准商机，精选14国41家外国人在台南开的特色餐厅地图，提供民众按图索骥，用异国美食一解出国瘾。虽然说不能出国，可能有一些人想念哦那个外国的一些料理、外国的菜，那他只要来到台南，或者是我们台南当地的市民，他也可以在这边呢吃到我们最道地的这个外国的一个食物。各国封锁边境，既然身体出不了国，那就让异国美食来解解出国瘾，用吃的环游世界。华语新闻陈怡蔚、黄佩涵台南报道。